好，可以开始啊。何师傅全部挡住哎、欸。你要弹起来看啊。斩水链40万订阅，这些东西通通送给你。ありがとう。ドラッドワークスリーホームジェスポンサーゲーズ。啊，师傅，我们这次40万订阅啊，对，我们要送哪些东西？我们在当初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，有蛮多的厂商还愿意要提供这些赞助来回馈这些广大的粉丝们，我们感谢这些厂商，感谢你，好、哦，非常感谢你。当然也是很感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的斩水链广大的粉丝们。对，其实40万订阅不容易啊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坦白讲，我没有刻意去执着说啊，想说40万、哦、或是那不算了，对吧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没有，如果是400万，400万，我们送轿车啊，送轿车，高中也400万。可当然对我来讲，其实这也都不是说单单只有我们两个功劳，哦，这都是大家的功劳。所以坦白讲，我们今天才有办法说。透过斩水链这个频道、啊、然后我们来去拉这些赞助商，就是桌上这些你看到这些都送给你国王的东西，对，就很多吧，很多吧，对不对？ 这些都送给你嘛，好赚哦。那我等一下就直接搬回去了，先搬回去了。除了说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以外，当然我们有额外的准备、哦、就是说要赠送给我们的会员。只要你今天看到这个影片，这影片在发出来之前你就已经加入会员的朋友们，恭喜你，你就已经获得了这个抽奖机会。但是如果说会员朋友们，如果你跟这个够强运，你双重中奖也有可能，那我这真的佩服你，你就厉害，可以顺便买乐透了。CJ， 我说的就是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一个部分，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就先从大家都可以玩、大家都可以抽的奖品开始做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感谢我们台中的李宏杰杰哥、啊、他自行开发的这个东西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杯架吗？煎蛋吗？也可以，煎蛋也好像也可以，打蛋然后这样子，把蛋丢在里面煎蛋好像也可以。我们俩开玩笑，这东西是什么东西？这东西非常好用，如果你是水电从业人员，怎么样的厉害呢？来，我们把一个东西拿出来看就知道了。塑胶油、哦、有没有？它可以把它扣起来，所以你看，你平常这一罐，你是不是要放在矮的地方？如果今天你是站着施工，或是要抹接管的地方比较高的地方，你是不是要弯腰？这时候你就把它扣起来。这边呢，有一个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扣具，然后把它扣上去，拉紧，哦，就可以挂在你旁边。那我这边在施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在这样粘，马上就可以用了？是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好用。第二个产品，好，送给大家的东西是什么？萝莉的这个联盟头、这个如果有用过的朋友，你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非常好。如果你家水压比较低的话，我家水压非常好用，我家水压就比较低，好，当初就有用一组，还不错。对对对，它可以增压的效果，而且水射出来也不会太细、而且它这个可以三段调整的。好，打开来有没有这支哦，很漂亮。对不对？看这个可以洗澡啊，不喜欢大家可以当镜子，有没有？哦 ，OK， 好了解。对对，照照镜子啊。好，我们是都是真的是有用过的。很像卖药，很像吗？对不对？很好用哦。我偏偏就不卖，今天都不卖，通通都是送的，好吧？再来还要送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厉害了，哇塞！厉害了，还有盒子，电动工具，威克是 W132， 来，打开给你看。如果说有用过的朋友，大概都知道这支是工作距离是最短的12伏无刷机种哦，所以你看，无刷的，它力气非常的大的哦。你好像蛮常用的，这支我的泛用性非常高，所以这一组我们送给你的时候，里面包含两颗电池以及充电器，跟这手提箱一个 set 就对了。对对，一个完整的 set 送给你。再来这一支威克士吹风机，威克士有出吹风机，真的可以吹头发吗？可以吹头发。你是说认真的？我认真的，可以吹头发。它有热风啊？它没有热风，可它有凉风的效果。对，来，我打开了啊、哦。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配件，我们先大概先装起来给大家看啊、哦。这个里面有个调整档数的这个旋钮，好、哦，我们先用最低的，然后按一下，这个吹风，风量很大哦，风量很大哦。哦。好、哦，如果说你把它调到三段。风超大，哦，这风量真的超大的，真的超大的。现在是发胶厉害，这东西很好用。第一个在烤肉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中秋节这个水电牛排，还记得吗？生火的时候用这支来喷火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成为 super star。我觉得我们这。好像自己也需要一支，好，还是这个奖先那个，这个奖没关系，我们再私讯再跟厂商下去。中秋节烤肉以外，这个还可以做什么用途？
如果你是家里有经营这个民宿，或者是你有后花园要吹落叶的时候，这个拿来吹落叶非常方便哦，而且你不用再拉一条线了，对不对？它充电的啦。对，充电的就带着跑，走到哪里吹到哪里。那第三个，如果说你要做这个车子要做整理，用这个东西来吹，先吹再吸这样对吧？对对对，你把大部分东西把它吹下来，或者是在工程上面，比如说我们在要拉线的时候，管路有阻塞，大家去风干一灌就喷出来了。这个的万用性真的非常高哦。再来奖项越来越厉害了哦，三奖，三奖，震动锤钻 W380。我们高张力那一集是不是拿来 在打墙壁吗？好，或者是说前几天那个吊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打那个壁虎，都是用这一支，非常轻巧。我们再打开给大家看哦。好，里面会给你一个皮带，还有一个背带。这边呢也会给大家两颗电池，一颗是 2.0Ah 的小颗电池，另外还会给你一颗大颗的 4.0 的 Ah 电池，双电池。然后通常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要钻瓷砖，就这边一样有一个瓷砖打。慢慢的，对，比较不会裂掉就对了。对，钻瓷砖在用的，而且它这个地方你们还有一个减震设计，好，减少你的手的震荡。另外，它还送给你四钩转三爪，你就不用再去买了，好不好？一般是要买的，一般是要额外买的，因为可以跟着在底下留言抽奖嘛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，我会抽你的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看到这个应该不用多说是什么，应该都知道了吧？二奖啊，对，二奖，我也知道，真的假的？三三二嘛。好 ，OK，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喂，这个就是大花洒，好不好？萝莉大花洒一组，好像我们很久以前拍的那一组。对 ，Man， 喜欢你也会跟着一样 ，Man， 锅大小不会改变，好吧？这组价值不菲哦，还有就是花洒杆，这样一根啊。对，而且它这个里面还可以调整，有可以挂钩挂件的，连这个是三段的这一支，就跟刚刚那一样嘛，就跟刚刚那个一样，也给你二奖。好，头奖，大奖了，我还有套，哎呀。有袋子啊，有袋子，比较贵的都有袋子，而且还有这个充电闪充，这个充电速度非常快，二十分钟就充满了。然后这一支震动就放在这里，这支就是师傅我们那时候在打用高张，一般我们在打针的时候哦会震动的那一支，就是这一支了。如果你去买这个，再买一支钻尾，再加一支打针套筒，再加个高张力，那就无敌了，好用了。啊，如果说你没有要把它钻东西，或者要锁一些小家电，你可以把磅数调低。好，不要调到这么高，来锁一些木头，这个是够的。好，如果说你要钻洞，这边还有个钻洞档，功能性算蛮完整的，也要送给大家啊，很好。各位，你以为这样子就结束吗？当然不可能，但不可能嘛，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像这么小气的人吗？嗯哼。还有我们的会员要照顾他，我们也感谢你，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东西要送给各位。是，首先当然我们先从这些比较小型的一些奖项啊，先来送给大家。有没有？这也是一样，跟刚刚那个一样哈、哦，一样啊。交价，这组我们一样会送五组给我们的会员朋友。不只是这个，我们还在送这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如果说你是从业人员，你就知道，这是专门用来锁这个水龙头这个内外牙的时候，要延长的时候，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。这个东西也是送给我们的这个会员朋友。会员第三奖，萝莉恒温龙头，就那一只吗？对，就那一只，其他这些配件都一样了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应该要请蓝娇姐来，对不对？勾碎几败，这组恒温龙头，到时候也是一样，会抽出来送给你。然后它一样就是这个可以收纳回来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它这边这个温度可以去做调整，对，没错。还有二奖，洗车机，电动洗车机，好不好？这台我们真的还没看过，这个我自己都还没有看过，好不好？都是用东西蛮大的，好，然后它可以接水，然后它就是一支枪，然后开始这样洗。有说明书了，好，那有些说明书，这个应该蛮热门的啦，哦，这个我觉得有车都可以用哎，就是泡泡罐，泡泡罐对，让你喷泡泡用的，然后它有很多是接头啊、软管啊，对不对？用来吸水。它其实每一组的 set 给的都很多啊，然后前面就是喷头。喷头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喷射的模式的喷嘴。这抽到的朋友呢，如果说等到那个水情不要那么吃紧的时候，你再拿出来洗，好不好？好。确认过眼神。那你现在洗澡吗？会员头奖，厉害了吧？就这一箱了。好，这个一箱直接就这一箱了。来，打开给大家看。哦，威克是三机组。哪三机？看一下，冲击起子388震动电钻，非常大只的一支。这支你有用过吗？有，这支我也有。这支还有一个额外功能，可以拿来打墙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那如果你要打纯粹打墙壁的时候，可以这样，它是不会旋转的。还有这一支，好，砂轮机，好，充电砂轮机，好。
你看这上架可以选速度，然后也防咬片，万一你在切到一半咬住的时候，它会立刻停机。那电池、哦、电池也共用就对了。对，共用，三台这三台都通用，一组就直接三支这样去就对了。对啊，一次都三支啊。但你如果说今天只要单独带一支出门的时候，来连提袋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但是如果你要整组要一起跑的话，这三支连箱子都整个 set 都给你，这价值不菲哦，真的是不错哦。好，那给一般大家参加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一样会希望有一些比较心得的文章嘛，因为我们很害怕是说今天很多人好平常没在关注，那为了这个奖项，然后去按个赞，然后加入以后，然后就去抽这个，但我们就希望说今天这些东西是有回馈到那些支持我们的人，那详细的题目跟一些内容我们会再把它做出来。对对，精确的活动办法这个都会公布拆水店的 FB 上面。那会员这一部分就比较简单一点，那我们就直接会在这部影片前加入的会员们，我们就直接用抽奖的，所以你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你们支持我们，那我们就不会再用其他的方式去审阅这样。好啦，那最后结尾我们也不免俗的就是40万了，对，你有没有什么心得？50万吧，加油！50万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坦白讲，我没有刻意去执着说啊，想说40万、40万、40万。没有啦，很感谢啦。其实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还是一样在 focus 去处理这些哦，在酒店的一些事务上面，哦，为我们在这个台湾酒店这一块，我们留下一些记录。对，跟之前师傅讲一样，我不一定是完全是对的，说不定我去做的地方是错的，欢迎大家来指正，哪怕是错的。没有关系，这个档案也留起来，让后人知道以后这是错的。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频道算，其实越做也越来越辛苦啦，很多事情就是大概只有我跟师傅知道。那我们也是不断的想要去做一些突破，不管是像今年我们有做直播嘛，然后像在每一个题材上面，其实我们也是蛮认真在去想这东西要怎么呈现，要怎么做。没错没错。那到后面的剪辑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开开心心的，那呈现出来的东西也让你们看的是很开心的，即便说有可能很多东西你不见得是会去 DIY 或干嘛。其实我们的这个是被局限的非常的狭隘，因为就叫水电。其实我们当初有一些想法，就是把不同的师傅可能有办法聚集起来，就可能有什么泥做嘛，啊对对对，木做嘛，对，啊现在油漆有叶师傅嘛，对对，然后其他林林总总的。如果你们观众如果对于我们这样的想法，你们是认同的，那你们可以在下面给我们一些留言跟回馈，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。那我们就去找他聊聊天，找他喝喝茶。No， 防疫优先。好，那最后就是因为一样，在疫情的期间，那大家外出一定要戴口罩。对。然后我要在最后澄清跟强调一下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影片是之前拍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没有戴口罩，不是我们不戴口罩。这支影片之后也有大概有2到3部是先前就拍好的。没错没错，我们的片量都还是在的。OK， 那就也希望台湾在这个疫情下可以平安度过。对啊，大家都要平安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加油，對對對，好，我们一起要抗疫，要坚强。好，那感谢这40万订阅，那继续努力，感谢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跟宅酒店，跟台湾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OK， 拜拜，拜拜。